这拢被台风吹的啊。看到点台安尼，规个东都室外，天棚有那吹甲打落来，内底电线拢看会到。但头家真正是笑不出来，规心情是足沉重。之前再大台风从来没这样，啊、我们损失很难估计啊。这个像这种的电风啦、啊、冰箱啊、三位全部迄拢，我们拢爱处理啊。规厝惊安尼，白树的战场同款，连行路拢无得行。风台对高雄小港才停了，而且风雨是有够大，隔壁饮料店、公立冰箱都拢飞出去，真正是凄惨落魄。有开监视器的状况，然后就是后来发现，因为这个管只是先移位而已，然后过半小时后，那风浪很大的时候，风很大的时候，我们看发现它整个往外翻。规间店已经开二十年，讲扛棒无去啊，规个内底拢崩啊，下骹餐饮设备嘛拢崩坏，车都停伫咧店啊骹，原来是足凄惨，规个时候围间咧乱七八糟。昨天的风是真的很强劲，平均的瞬间强风呢，大概是有来到12级左右。哎呦，听到声音啊，砰砰砰，足大声啊，还有飞过啊，因入来是风风加雨啊，就是很恐怖啦，很大声，风大雨大。附近的超商，这玻璃是规片倒，涂骹拢玻璃以外，赶紧叫人来修理。风台扫过小巷，真正是规涂骹哩密密麻麻。点头是无时间点啊，伤心啊，先整理快当，当时搁定做行李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台湾上好看的台语新闻 ，MOD 请收看民视新闻台。